灵修主题：神创造天地。从量子物理学去思考，仿长江万里图来揣摩。第一集，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到19节。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天文物理学家认为，宇宙的起源是由于一个不知其原因的大爆炸 Big Bang。 我们的地球大约是大爆炸以后91年才出现的，到现在已经有45亿年之久。一个古老的地球在一个更古老的宇宙中，这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一个由长宽高组成的三度空间，和那一去不回头的时间，在这中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创世纪的记载，神创造天地的过程，是先有地球，后有日月星辰，可以说是和科学将好相反。几百年来，基督徒都很避讳谈创世纪，谁能和科学争辩呢？科学知识和技术给人类带来莫大的福利，文明的进步也使得人更加自信自负。创世纪的记载就被认为是古老的神话故事了。近代物理学两大磐石，量子物理学说和相对论，前者是研究物质、粒子、微粒子，那极小极小的量子世界；后者是讨论宇宙穹苍，那极大极大的亿万个星云的 galaxies， 在地球上的事物嘛，牛顿力学、电磁学、热力学等等就很管用了。科学家有很多成就感，所以他们自信自负，的确有他的道理。不过学海无涯，人的知识和智慧毕竟有限，科学家们晓得自己知道的有限，只是沧海之一粟，他们还有很多的疑问，否则他们就不会继续去努力研究了。和一般人一样，他们尽量避开那些令他们头痛的，那些科学上的难题和矛盾，这是人的天性。人好强，人不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相信神，既然相信神，我们就可以从以神为本位为出发点去思想这件事情。有如一位大艺术家，他的灵感和慧心去揣摩神创造天地的目的和神当时的心情，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和逻辑推理去推断去描绘神创造天地的起因和过程，再和科学互相对照，互相引证，思索其间的矛盾、原因和解释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有一个 hypothesis， 一个实实在在合乎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来自于现有科学知识的引申和拓展，是有科学根据的。量子物理学说，
是由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观察到一种现象，他们发现光和粒子的双元性、互变性，光波和粒子原来是同一件事情，因而科学家体会到在实验室里一个客观的科学观察或测量并非完全客观。科学家一个研究员，他设计的实验方法和他选择的测量工具都可以影响到实验的结果和答案。光波有时候像粒子，而粒子有时候像光波，量子物理学家称之为 wave function collapse， 或者叫 quantum decoherence。 我们看到一个桌子，我们说那是桌子，看到一个石头，我们说那是石头，但是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有时候它或许是或许不是。在第73篇灵修小品，我们引证 quantum decoherence 的量子理论，诠释耶和华神依照他的心意决定了宇宙的各种物理性质和这些性质的大小、强弱、变化和走向。他们进一步发现，物质粒子、微粒子有一个很奇特的物理本质和能力，这种特性竟然违反了所有的已知的科学的规律和法则，并且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把握的现实现象冲突。这个实验观察到的现象，量子物理学称之为 quantum entanglement。 现在我们要根据 quantum entanglement 的量子现象来叙述神创造天地的次序和 Big Bang 大爆炸科学理论不同，其可能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仅仅是在推测，但是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并不是瞎猜，而是根据量子物理学的 quantum entanglement 的现象做一个适当的科学推理。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 quantum entanglement。 宇宙物质世界是由物质的粒子、微粒子组成，物质的质量和能量来自于粒子、微粒子彼此之间的运作和转换，各种化学元素、原子、分子的存在都是来自于粒子、微粒子的聚合和分散，各种形式的能量也在这些运作的过程中跟着产生了，也转换中。粒子、微粒子的聚合、分散是不会停止的，这些活动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中。当它们停止活动的时候，那就是宇宙结束的时候了。科学家发现，有一些物质的粒子、微粒子，若是在起初或者曾经一度处于某种亲近的状态或关系，那么即使它们被迫分离，它们仍旧能够保持联系，息息相亲，犹如一体。空间的距离再远，也隔离不了它们。时间的消逝再久，彼此也忘不了对方，如同我们所说的藕断丝连，心有灵犀一点通。谈到永恒的爱情，大概也就不过如此了。量子物理学家称呼这种现象为 quantum entanglement。 这些 entangled 的粒子、微粒子存在于宇宙世界的三度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之内，它们却又能够运作于这三度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之外，它们好像被时空距离分开了，实际上它们却又仍旧连在一起，
并没有分开。那么到底他们是被分开了还是没有被分开？科学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科学理论里面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科学家用实验证明这种现象的确真的存在。神创造天地的先后次序和大爆炸 Big Bang 理论相反，这件事情和 Quantum Entanglement 的现象大有关系。爱因斯坦大物理学家生前为此困扰得很，而这七八十年来，很多很多天才物理学家穷毕生之力在思索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仍旧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让他们自己满意的理论学说来解释这件事情。爱因斯坦若是死后有知，大概到现在还不得安息。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创造了我们，也创造了这个美好的地球，适合于我们来居住。我们每天生活在你的大爱和恩典中，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长江万里图这幅有名的画是画家心目中长江的全貌。最早的一幅长江万里图绘于宋朝，后来历代绘画大师都有相似的作品。近代的张大千也画了一幅长江万里图。这幅长长的画卷是由很多幅长江景点的画面合并而成。画家对长江某一景点有了感动，借着灵感将当时当地的景色透着画笔把他的感触描绘下来。画家在旅游中如此一景一景的感动，一幅一幅的画面累积下来，再加上头贴上尾，长江万里图就如此成型了。画家不重视游览长江景色的先后次序，只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以后再将它们前后的次序调整拼凑而成。画家不会跋涉千里到青海巴颜喀拉山坐下来开始他第一幅作品，然后东行一景一景画讲起来，画家不是这样的。既然叫做长江万里图，一景一景必须概括长江全程，否则就不能够名字为长江万里图了。大画家没有性子去画地图工程图，师有事弟子服其劳，他的学生徒弟们就得去完成拼凑整理长江万里图这幅画卷的工作。神创造天地的事或许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如同一位艺术家耶和华神因着他一时的感动和慧心，神要安排一个好地方给他所列出来的泥土人亚当居住。于是是一个小小的物质世界，有天有地有太阳空气水，还有点点繁星在夜晚做点缀。地球上有植物有动物，空中鸟在飞，海中鱼儿在游，神想到什么就有了什么。如同艺术家的作品，神在六日内做了这些创造的工作，神很满意，神喜欢他的作品就说甚好。第七日神就休息。要有我们这个样子的地球可不容易了，
整个宇宙一定要合乎一些严谨的规格，差一点都不行。这样子，宇宙的物理规律和法则互相配合运作起来，经过90亿年，像一棵树一样，它才会结出地球这个果子来。有人说，兰花娇贵，很难养活。其实，我们人麻烦得很，冷一点，热一点，水多了一些，雨少一些，太阳近了一点，太阳远了一些，生活的条件不对，我们像一朵花一样，很快就香消玉殄了，哪能传宗接代、生养众多啊？人能够每天活得好好的，是个奇迹，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基督徒每天感谢神、赞美神，要用心去感谢、去赞美，真的是应该的。既然要画长江万里图，就必须概括长江全程，否则就不能够名字为长江万里图。神的创造或许也是如此。我们地球太阳系所在的银河星系，只不过是宇宙亿万个星系其中的一个而已，占据着宇宙间小小的一个角落。地球所在的银河星系不能够单独存在在这物质世界中间，其他全部该有的东西都应该有，该发生的事都必须发生，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合乎科学的完整的宇宙了。没有宇宙，又何来宇宙中的银河星系、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了？神创造亚当安身立命地方的工作，6日中结束了。神没有兴致照顾整个宇宙的细节，神把它交给那些物理定理定律，去完成神创造地球以后其他剩下的工作。物理定理定律是跟着神的创造一起来的，因为宇宙要继续存在，就必须要有这些规律和法则。神定的这些规律法则是一板一眼，丝毫违反不得的。他们管辖整个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也管辖整个时间长河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过程。我们的宇宙是由长宽高的3度空间和时间组成的。神定的物理定理定律，就因而运作在宇宙物质世界中的每一个空间，也普及运作在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神创造的地球不能够单独存在，它是宇宙的一部分。有了地球，就必须要有整个的宇宙；有了地球的现在，就必须要有地球的过去和未来。而整个宇宙每一个事物和现象，也要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既然如此，神创造地球的那一刹那，整个130亿年古老的宇宙，就必须在那一刹那同时出现。量子物理学实验观察到的 quantum entanglement 的现象，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关键。根据 Big Bang 大爆炸天文物理学说，在起初的起初，那要爆炸尚未爆炸，事情正在酝酿，将要发生，而尚未发生天文时间的那一刻，那时候的状态是近乎物理学所谓的 singularity。宇宙穹苍所有的质量和能量都聚集在比一颗沙子还要小的空间内，等待机会，随时就要爆发。理论物理学家认为这是量子物理学说和相对论碰头。
两个理论在这时候互相冲突，彼此互不相容。科学家在思索各种可能的理论学说，来描绘那时候的物理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事情是怎样，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大家挤在一起，那么紧密，那么接近，有一部分物质粒子、微粒子，免不了是处在那一类 quantum entanglement 状态。后来大爆炸 Big Bang 发生了，这些粒子、微粒子被爆炸的力量冲散，分布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由于它们特殊的物理本质，彼此心心相连，有如一体，是分不开的。它们可以各自存在于不同的时间，落脚在不同的地方。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它们仍旧连在一起。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从宇宙开始到宇宙结束，它们成为宇宙的经纬和脉络，贯穿古今，跨越时空。宇宙130亿年的岁月，都和那起初的一刹那，这些 quantum entangled 的物质粒子、微粒子有极复杂的因果关系。因生果，果生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宇宙生命的故事就这样时时刻刻在进行中。神创造宇宙不是从大爆炸 Big Bang 开始，然后坐在那里等待90亿年，地球成型了，时机成熟了，才去捏他的泥土人亚当。神是在宇宙生命时间表的半路，直接创造地球、日月星辰，在六日中结束了神创造的工作，第七日就休息了。物质世界的事遵守因果律，没有因就不会生果。所以地球被神创造以后，小小的一个物质世界出现了。那些 entangle 过的粒子、微粒子，像是从梦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地球的银河星系内，很是高兴，但是接着却慌了手脚。哎呀，我的另外那一半在哪儿啊？依照 tangle entanglement 的实验观察，一个不完整的、残缺的 entangle 的粒子、微粒子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就像不能够有半个你或者半个我，这样子是活不了的。既然神的旨意不能违背，这个残缺的曾经 entangle 过的粒子、微粒子已经在神创造的小小世界中出现了，那么唯一继续存在的方法就是找到另外那一半。要从哪儿去找呢？要从宇宙其他的角落去找。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生活在的这个小小世界，就强迫那整个完整的宇宙尽速出现和持续存在。换句话说，科学家今天所观察到我们的宇宙，是在那六日天文时间的一刹那，那地球被创造的一刹那，整个宇宙穹苍、整个时间长河突然立刻出现，整个130亿年古老的宇宙立刻成型，130亿年的生命苍山立刻发生，然后像闪电一样立刻的过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一个出生没多久，应该是年纪轻轻，但却已经是个老头儿的宇宙。这件事的确怪异复杂，其实
也很简单，因为宇宙的继续存在必须遵守那些规律和法则，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过去和现在的宇宙。存在一定有存在的道理，半个宇宙，一部分宇宙，一个残缺不完整的宇宙都不能够继续存在，因为他们没有那些能够继续存在的道理。物质世界的规律和法则是不允许它继续存在的，所以我们的宇宙糊里糊涂的出生，莫名其妙地变老，现在它只有忘记过去，活在现在，好好地奔向未来。耶和华神的创造奇妙无比。当然，这个理论大胆又荒谬，听起来像是个神话故事。所不同的，这是一个从科学知识、逻辑推理而导出的神话故事，和其他所有的科学 hypothesis 一样，同样的是从科学理论根据出发的。我们永远无法用实验证明这理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我们只能说这理论似乎有理。圣经创世纪叙述了神创造天地的经过，长江万里图呈现了一位艺术家的感动和慧心。这一系列灵修小品建立的 hypothesis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思考论证的理论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上面修正补充，去建立一个更正确、更接近事实的科学理论学说，来解释神创造天地的事。目前，一些新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和 Big Bang 大爆炸的理论有不少冲突和矛盾的地方，因此科学家正在忙着做修正补充 Big Bang 大爆炸理论的工作。有些科学家也在试着思考新的天文物理学说来取代 Big Bang 大爆炸学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科学研究本是如此。基督徒不需要担心科学，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人类从科学工具的观察去思考推理，因而领悟到了一些物质世界运作的规律和法则而已。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创造。科学家懂得越多，我们对于神的创造越有更多的了解。将来，终究有一天，持无神论的科学家会不得不承认，耶和华神的确存在。耶和华神是创造这宇宙世界的唯一真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变得自信自负。但是我们的知识智慧都有限，神，你创造天地的大功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你。主耶稣对使徒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是的，我们相信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的唯一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我爱你。祷告感谢，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